我是小龙虾。有没有看见满满的车子货？但是我们的人还在里面，正在忙碌着。平时每天最多都是几十单，但是今天突然一下爆了几百单，然后现在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在这里忙碌着，都在忙碌着装箱，然后准备发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从脚上堆一些，等一下我们就要整装待发的一些货物。还有这几单，这现在已经是包装好的，看见没？这是我们整装待发的货，还正在这里包，辛苦两位小哥哥了。袁双小哥哥，咱们那个后台昨天晚上开始爆单，现在已经好几百单了，咋回事儿？因为我做了一个活动，然后活动哦，我心想这个库卖不动，结果人家一下子这么多。我看那啥，我看那个好像有一些都是回头客，还有一些是吧？之前有一个老客户在咱们这买了，然后他说你说的不满意的话，帮我们宣传一下。结果今天早上我看到消息，他们好几个朋友都在买。因为我们那个圆房小哥哥，然后在那啥，在那个后台报的活动，然后他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是出了这么多单货，然后现在大家都在忙碌中。